这是一个修复自身气场的冥想，可以保护你一面受到外在的负面影响。有时候，我们会收到周围的人事物对你的一些揣测和恶意的攻击或是误解，可能自身的气场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当气场有破损时，我们容易焦躁和生气，也会感觉到疲惫，同时也会有身体不适的感受。特别是最近地球变化如此之大，通过以下冥想，你可以修复自身的气场，以维持自身的身心平衡，保护自己，避免受到周围的消极状态所影响，让自己留在较高的状态之中。找一个舒适的地方，独自的空间，确保这个时段没有人打扰你。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这个冥想尽量坐着，因为我们需要创造视觉感。如果你视觉化很好，你也可以躺着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开始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闭上你的眼睛。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全身放松。让自己从头顶开始放松，脖子放松，手臂放松，胸和胃也都放松。感受你的背部，保持你的姿势，但是也放松下来，腿部放松，感受到你大腿。小腿的肌肉放松，脚踝、脚底通通放松，全身放松下来。将视线停留在你的眉心轮，在鼻子上方，两个眉毛中间后面的区域，然后保持呼吸，吸气，吐气。专注的呼吸，
现在想象在你的上空出现一道光，它像是保护灯一样照耀在你的身上。这是一道金色的光芒，感受这道光，它是来自神圣的金色光芒。让金色光芒开始缓慢地照耀下来，并且环绕你的整个身体。感觉到放松，感觉到平静、安全。这道光是一个顺时针旋转的金色光芒，它能帮助你创建精神上的保护罩，创建你身上的气场，保护你，使你感到镇定。想象这道金光流入你的全身，想象金光从你的头顶流入，经历了你的思绪，感觉到它缓慢地旋转而下，慢慢地旋转而下，流入到你的五官，使你的五官缓和下来，向下流入你的胸腔。你的胸腔充满了金色的光，经历了肺部那些负面的焦躁能量，吸气，允许所有的负能量此刻消退，吐气，让所有的负能量都排出，吸气，让所有的能量和元气和金色的光流入你的身体，流入到你的手臂、手指，感觉到所有的部位都被清理。如果你觉得旋转的速度太快或太慢，你可以静静地微调它们，用你最舒适的方式旋转，
继续往下延伸到你的腹部、臀部，所有的感觉都一并清理，延伸到你的臀部、腿部、整个下半身。金光流动到所有的角落，经历那些被影响的地方，旋转过程中，你一直被持续照亮，从头到尾都是照亮着，平静安宁地保护着。或许有些人会感到一点刺痛，这是因为它是强大的清理之光，导致呼吸有一点困难，但请你保持呼吸，就能解锁。现在我们让金色的光芒回到你的腹部，也就是太阳轮的区域。这个区域象征你的自尊和你的自我价值，让这个能量聚集在这里，继续清理。好，现在想象这个金光由你的腹部太阳轮开始扩大到你的全身，继续扩大，扩大，超出你的身体，创建出一个金光包围的保护层，感受这道光超出了你的身体，在你的身体周围，有些人会创建5厘米，有些人会创建50厘米，感受你创建的距离是多少，它在你的肩膀周围、胸部周围、肚子周围、臀部周围。想象金光温暖地将你拥抱在怀中，好，我们现在让金色光芒稍微加快一点点，但是还是以你舒服的状态为优先。这种快会有一点微微的凉爽，有些人还能感到微微的发热，感觉到他们在你的周围。保持呼吸，允许这个旋转。
让它在你的脖子、头部周围环绕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让保护层更加紧密，感受一下哪个区域你觉得比较薄，需要再加强。让这个区域的境况更多的流入到这里，并且开始旋转。或许有些人的身体会有一点摇晃，允许身体开始稍微的摇摆。摇摆过后，让自己慢慢的安定下来。安定，让创建的保护层也可以稳定下来。你已经创建一个完整的保护层，当你遇到需要的时候，只需要在心里想象着这道金光保护着你，你就不会受到巨大的影响。未来，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再回来创建。今天的冥想就到这里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慢慢感受到自己的身体，回来，回来，让意识回到当下，轻轻地张开你的眼睛，祝福你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